遍览传统文化百态，回味书香人文内疆。欢迎收看《文化内疆》。俗话说，自古文武不分家。武术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，其发展与演变过程也带有显著的传统文化烙印。中国传统文化以儒、道、佛为哲学基础，这些哲学思想蕴含在武术搏击理论及实践运用中。像道家的柔静、修身养性、凝神聚气，以无为、虚静、自然为主旨；佛家讲究调心、调身、调息，主张明心见性，重在顿悟；儒家倡导以人与社会为核心，注重内心的修养与社会实践。本期文化内疆栏目，我们将向您介绍盘手破宫、攻防兼备为主要特征的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——资中盘破门武术。清乾嘉年间，资中县罗泉人刘干从小开始习武，痴迷武术，常年浪迹江湖，以武会友，寻师访友，将本土武术和巴蜀地区武术融会贯通，独创棋步云脚高桩盘破打法，建立盘破门。走过300年的风雨，已有十代，期间名师辈出，打得全国各地各种擂台赛金章不计其数。各代弟子在自身的丰富发展盘破门武术过程中，受巴蜀民俗、民风、自然环境的影响，自成体系，逐渐形成现在传统的、优秀的、完整的、具有鲜明巴蜀地域特色的盘破门武术和盘破门武术文化。盘破门武术以棋步云脚、高桩盘破为打法，以高筑为主，中低兼有，手法为主，腿法为辅，动作敏捷，静力突出，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完整的理论体系，是典型的巴蜀地区土著拳种。拿这个动作哈，这朝这边仰，朝这边仰，翻译过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阳痿脚。哎，对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阳痿脚，就是不好的了。那么就是我们的阳痿脚，来，甩阳痿，看到没有？他甩反阳痿，他可以转了就行了。这是正阳痿跟反阳，它是以前脚为重心，以后脚哈一个摆动，主要就一个前后的摆动。好，一个摆动，它就是吊铲也可以，哦，拳也可以，都可以用。它就是一个阳痿。好，那么一个过门脚，那么不要来摆过门脚呢，来打上来，啪一下，哎，啪的，哎，它就过门。它这就是棋步云脚。上开开了，就叫棋步云脚。哎，那就棋步云脚。朝那边一摆，好，那么你上来，放脚，放脚。哦，好，那么朝那边摆，打过去的收回来，啪，收回来，进，啪一下就压下去了，看到没有？你再一靠，它就压去了，这个就是那个里面，再来的话哈，放上来，起，哎，压上来，起，收，再跑，哎，这样子够哈，哦，它就靠到那个腿一下就扶下去了，哎，这个再来一个勾盖嘛，哎，起，打起来，哎，起，跑，起，来，来，跑，这样子跑。首先一个打勾盖，一定要把前脚抬起来，起来，起，哎，打起来，哎，跑，看到没有？勾盖，首先一个勾到一盖，什么就不想暂时动了，就把盘了，他就是把盘交给你就可以了。这是一个盘，那么就是属于一个防守，破就是一个攻击。盘破。
的。盘破门武术技击之术，根据习练人员的不同，运用的对象不同，基础式分为高桩、中桩、低桩三种不同的习练桩式，练功要求要领也不尽一样。传统的盘破门技法多上肢动作，腿法较少，动作敏捷，劲力突出，小手多变，击腿低快，急步急行，抽脱准引，内外软硬兼施，步伐以齐步、齐星步、齐步云脚等三大类为主，腿法以正、侧、减为重，手法以盘、破、提、剑、针、推、袭等七大类为主，讲究能成能脱，争取主动，审时度势，善寻战机，机前抢先发手，机后善于补攻，神速极进，强攻鸿门，诚改胆怯，乘乱而击，宁输于前，不输于后。盘破门歌诀：擒拿短打力占先，一躲缠云足下钻，挨肩风低底丝扭，浮尘吞吐游遍天，力敌巧攻兼有，近战迂回并收。运用中要求行虎式，去之字，讲开合，明吞吐，制敌机先，出敌不意为要点，其攻击部位与方向以中攻直取为主，重点在敌头面部的口鼻位置，腿胯部和敌下身部位也是重中之重，出击要求稳准狠，以快制胜，运动求战。盘破门武术从清乾隆年间诞生之日起，就是以技击散打而著名立世，它的诞生顺应了罗拳盐业经济文化的需要，为其繁荣提供了平安稳定的屏障，整部功法集进攻防守于一体，运用自如，其击打方向又主要集中于敌方头面部以及下身和腰肋部，可谓简洁明快，直接了当。歌诀中有你忙我不忙，两手放胸膛，你慌我不慌，手脚出中央，法以步为先，拳从口中出之说。盘破门拳法基本理论：齐步云脚独占先，浮尘吞吐阴阳变，标铲翻花凤点头，盘挑关歌勾盖破，缩缩步伐逼敌进，虎步龙行七星阵，圈外云脚猫行步，近身齐步虎扑食，上挑下载中关歌，城桥翻小手，脱桥走如风，城桥近身战，脱桥迂回中，高中矮桩见机变，三尖四立基本功，齐步云脚走天下，天地乾坤贯心中。盘破门武术的风格特点以高桩为主，中低兼有，手法为主，腿法为辅，动作敏捷，劲力突出，小手多变，击腿低快，急步急行，步伐轻快，以快为上，以力为基，以活为主，以右为妙。近年来，在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，挖掘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。通过拜访散居全国的盘破门老拳师，通过座谈、走访、交流等形式，共整理出文字资料40余万字，套路功法演练光碟20余碟，对盘破门武术的拳谱、兵器、功法练习器械的武物收集也小有成效。在资中成立了盘破门研究总会，分会将逐渐散布全国各地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文化内江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